神，一千年前，你率领众神，将残害人类的妖魔镇压在这神庙之下，并许诺天神，将永远保护人间。可我的父王，一生信奉天神，却被邪魔残害致死。我们有穷国的百姓，从来不忘祭祀天神，却惨遭邪魔的迫害。难道你忘了自己的誓言，真的要抛弃人类吗？哎，公主，黎洛说的对，天神已经不管我们人类了，我们不求天神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难道这就是银铃子所说的灾难吗？难道我们凡人注定要在这场灾难中灭亡吗？为什么天神们的战争非要牺牲我们人类呢？不，不，人类不能毁灭。可是，又有谁能来挽救我们人类呢？在追杀金乌呢，夸父用了什么样的法力，怎么变得这么高大？夸父仅用了银河里的星辰来对付金乌，消耗了自己太多的灵力，所以他用自己的法相来追杀金乌。夸父用他的法相来对抗金乌，极费神力啊，只怕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去救他。哎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使用的太阳之灵与夸父的灵力相克，而我使用的混沌之灵则与夸父的灵力相合，所以我去帮助夸父，你在这里好好照顾好后羿。喂，青鸟姐姐，红玉，拿点水来，我好渴。是。哎呀，公主，天太热了，这水碗都是烫的。啊，怎么会那么热呢？为什么我没有感到一丝的灼热口渴呢？啊，难道是石柱？啊，红玉，把水给我。哦，黎洛，好了，公主，喝下它，你就不渴了。我不喝。啊，红玉，你喝。我也不喝，我不。这水已经凉了，可以喝了。不。都不喝。那我喝。红玉，我说凉了吧？哎呦，真是太奇怪了。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这颗石珠子可真够神奇的，热水转眼之间就变得冰凉了，我好想再喝一碗。好，你再去倒上一杯水给公主喝。是。蓝令柱上沾了父亲的鲜血，我就是宁愿渴死也不愿意再喝。黎洛，你不要再喝了，你们都不要再喝了，否则你们会被沾上邪气的。公主，这蓝灵珠是有邪气，可是现在它能救我们的命啊。黎洛，当年我身中白帝的蛊毒，生不如死的时候，你都没有向邪魔低头，可是现在你居然……是啊，那是因为当初
我相信天神们会救我们人类的。可是现在，到处是邪魔横行，就连国王陛下也惨死在白帝的手中。我再也不相信天神了。嗨嗨呀！嗨！狂父，小主人，小主人，哎呀，小主人，狂父，狂爷，狂父是要和金乌同归于尽了，他在用生命保护你，他是要你站起来，让你打败天地，战胜天地呀！小主人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天地的金乌，只有你才能射落。天地，我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。我一定要射落所有的金乌，一定会做到。天神，你们不帮我，那我只有依靠我自己的力量了。李洛，你不要这样，天神已经惩罚白帝了，他还会消灭所有的邪魔的。哼，天神们已经是自顾不暇了，他哪里还记得我们人类呢？公主，难道你忘了银铃子说过的话吗？银铃子？没错，银铃子为什么要带走素女？就是因为天神之间爆发了战争，人间和魔界都要遭受毁灭性的灾难。银铃子之所以要带走素女，就是为了要逃避这场灾难。可是我们人类呢？我们人类又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们只有靠自己。可是我们的力量又是那么的渺小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后羿哥哥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，为什么不来送我们呢？也许天神们遇到了什么大劫难，不得不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。不是也许，是神界发生了真正的劫难，天神已经顾不上你们这些人类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啊，你是魔，你怎么会知道神界中的事呢？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，天神们已经发生了争斗，他们的争斗必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。不会的，天神是不会抛弃我们人类的。对了，还有后羿哥哥呢，他一定会来的，他会来救我们的。跟我来。公主，你看看外面，看看天空吧。公主，你要相信我，虽然我不再相信天神，但我也绝不会与邪魔为伍的。这颗蓝明珠既然不惧热度，它可能可以保护我们，使我们逃过这场劫难呢。现在父王已经不在了，你就是有穷国的大王，你一定要让我们永穷国顺利地度过这场灾难。公主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让我们永穷国安然无恙地躲过这场灾难。夸父为了保护后羿，为了能让后羿去战胜天帝，不惜以自己全部的灵力与天帝的第一只金乌同归于尽。金乌的出现宛如一只巨大的太阳出现在天空中，夸父和金乌在天空中追逐，就似追逐着太阳一般。不，夸父，你不能毁了我的金乌，不能毁了我的金乌。夸父手持桃木追赶太阳的神话，就这样在人类中一代代传说下来。中国古代神话集《山海经·北大荒集》曰：“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，可遇得隐，隐于何位？何位不足？北隐大泽，未至，道可而死。
弃其杖，化为桃林。老鬼，当初武伯为了救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今天夸父为了保护我竟然心生俱灭。我夸父不惜心生俱灭，用他的魂魄击碎了那可恶的金屋，还用他的手杖化为一片桃林保护我们。小主人，你一定要打败天帝啊！我知道，天帝，你这个邪魔，我总有一天要跟你讨回一个公道来。红衣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夸父。不见了，爷爷，爷爷，跟白胡子老爷爷是把太阳给赶走了。是啊，太阳被白胡子老爷爷给赶走了。原来那个太阳跟我一样贪玩，我爱回家，要他老爷爷来找他，他才肯回家。是啊，小萌，你要听爷爷的话，不要飞了啊。哎呦你们就再见不着他们了。小精卫，别紧张，这龙王爷的话你也当真呐？哎，你想啊，要是西王母和共工真的受了伤，他们怎么没从天上掉下来啊？倒是我们灵力高强的龙王爷从天上掉下来了。你个臭老鬼，还我！你个死老鬼，你还我！你有本事你自己到天上去，你上啊！精卫，王母，李乐，我说过天神会收走太阳的。你看，多好看的黄昏呐！李洛，还是快把雷凝珠毁掉吧，我们不要这个害人的东西。天上出现的小太阳，真是天神派来解救黎洛巫师和公主的吗？那当然了，公主对天师后裔一往情深，后裔能不来救他们吗？哎，公主不是要嫁给黎洛巫师的吗？怎么又爱上天神了？哎，公主是凡人，怎么可能嫁给天神呢？
所以啊，公主还得嫁给黎洛巫师，要不然黎洛巫师怎么能当上大王呢？是啊，不许乱讲话，以后给我注意点，不许让邪魔进入宫内。是。突然出现的小太阳，为什么会消失呢？为什么我的法器上会感受到强烈的天神之光？难道神界真的没有发生战争？难道是一名子为了哄骗素女而编造的谎言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。我再也不想介入神人魔三界的恩怨了。现在素女也能天天和我在一起，我也能时时听到她的琴声，我还报什么仇啊？可是你说过你是魔界中十大邪魔之一，你为什么不用你的魔力来挽救这场灾难呢？你以为天地之间有谁能阻止这场劫难吗？会的，我一定要阻止这场灾难。我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会让我们有穷国安然无恙的躲过这场灾难。我忠实的朋友，银铃子说的不错，人间马上就要遭受灭顶之灾，你需要强大的力量。你是谁？你是白帝吗？哦，你怎么会想到白帝呢？你是有穷国的新大王，人间未来的拯救者，我最忠实的朋友。白帝是我所统领魔族中的一个败类，他已经永远回到魔界的幽暗之灵中，成为我们共同驱使的力量。共同驱使的力量？你是说我和你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可是你要是想让你的百姓、你的子民逃过这场浩劫，你和我就必须成为一体。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了，你是地魔兽，你是大邪魔。我不会与你为伍。什么是邪魔？邪魔是曾给大地上的人类带来过一些小小的灾难，但天神现在却要毁灭人间，毁灭整个神人魔三界，天神才是最大的邪魔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天神要毁灭人间？不，天神是不会毁灭人间的，人间是天神的子民，天神是不会毁灭人间的。你回头看看你的法器吧，法器上会显示出天神的世界。天神太多，容易搅乱神界，我和天帝将与金乌重建朗朗乾坤。什么天神太多扰乱神界？谁扰乱神界了？建立什么朗朗乾坤？
照你这种说法，要毁灭世界上万物生灵的。你们都是跟随炎帝的邪神，人间都是信奉邪魔、违背天命的凡人。我和天帝将以金乌扫荡天地，让你们这些邪神跟这些凡人形神俱灭。从此以后，大地之间就没有凡人，没有邪恶的妖魔，神界将只有两位天神。哈哈哈哈哈！你，我和天帝将另创万物，重造天地。白天出现的小太阳，其实就是天帝的金乌。天神们已经发出了要毁灭人间的狂言，他们已经抛弃了大地上所有的子民。不，这不是天神说的，天神是会救我们的。你说得很对，夸父这样的天神是会救你，但他已经和金乌一起毁灭了。后羿和精卫是不会忘记我和公主的，他们说过他们会来救我们永琼国的。李洛是信奉天神的武士，我恳求天神不要再抛弃我们人类了，不要再让我们人类再受苦难了。李洛，你放心吧，天神是绝对不会忘记帮助过我们的人类的。人间的苦难都是由那些邪魔造成的，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把邪魔全部消灭掉，让人间永远安宁，永远和平。我忠实的大王，你再看看你的法器，看看你所期盼的天神此时的惨象吧。呀，啊，嘿嘿，小邪魔，我岂能让你逃脱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，让你葬身火海，永远不得翻身。主公，你不要执迷不悟，跟着天帝做帮凶，快交出兵功。不能来救我们，难怪精卫他听不到我的求救声。天神们已自顾不暇，又哪里能听到你的声音？天神已视大地上的人间为邪恶之地，天神要毁灭你们凡人。不，人间不能毁灭，我要靠我们人类自身的力量来战胜这场灾难。我相信我一定能战胜的。刚才那一幕只是神界毁灭万物生灵的一个开始，更大的灾难还在等着你们。来吧，我忠实的大王，让我们融为一体，共同拯救无辜的人间世界吧。来吧，来吧。不，不，你是邪魔，你是邪魔。不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靠近我。我忠实的大王，不要，只有和我在一起才能保住有穷国的百姓。骗子，来吧，你是骗子，快来吧，你是来吧。
火神，站起来，拿起你的朱血旗，去消灭这些邪魔。姬武没有了，夸魔将姬武毁了。可是夸魔也毁了，他再也不能阻拦你去消灭这些违抗天命的邪魔。没有姬武，我不可能战胜水神、雷神、风神他们的联手。金乌在与夸魔同归于尽的一瞬间，已经发出了强大的力量，将这些邪恶的天神打伤坠落在人间。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和你战斗了。可是夸魔的混沌之灵也伤到了我，我现在已经使不出任何灵力。天帝，还是快让另外的九只金乌出来吧。一只金乌你让他们抵挡不住，要是九只金乌齐出，天地间还有谁可阻挡？火神，九只金乌就要飞出不周仙山，所有的邪魔都会在金乌的照耀下灰飞烟灭。天帝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后羿这个小邪魔还躲在老鬼的迷雾鬼林中，还有九只冰宫玄剑是金乌的敌人。你去消灭小邪魔，毁掉冰宫玄剑。什么？小邪魔竟然逃过了金乌的光芒？花魔以他最后的灵力将他的桃木法杖化为桃林，并施下星光咒护住了小邪魔，让小邪魔躲过了这一劫。天帝赐给我力量，让我去消灭小邪魔。小邪魔，这次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要看看还有谁能救得了你。火神，这片桃林被夸魔布下了星光咒，我们攻不进去啊。哼，夸魔，你以为弄出这么一个破桃林我就奈何不了你？破不了你这个小小的星光咒吗？这是什么地界？这是人间的有穷国。真是天随人愿，把有穷国王的公主抓来，我要用他的鲜血来破夸魔的星光咒。可是我们天神是不能伤害人类的，要是杀害了香瑶公主岂不……混账东西，是夸魔的星光咒要杀死公主，还不快去，耽误了时辰，让桃林中的小邪魔跑了，唯你是问。可是我们天神是不能伤害凡人的，这是天帝的命令，难道你敢违抗天命吗？不，我不敢违抗天命。后羿哥哥，我知道那个天上的小太阳一定是你派来的，他晒死了邪恶的白帝，又一次救了我，救了黎洛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来见见我呢？公主，夜已经深了，您还是早些歇息吧。红玉，我睡不着，我的脑子里乱得很。你说后羿哥哥为什么不来看我？我是不是惹他生气了？后羿天神啊，一定是太忙了，等消灭了那些害人的妖魔，他一定会来看公主的。是吗？嗯，他会来看我吗？哎，公主，你看流星，快看啊！哎，我听说，如果看见了流星，在衣服上打个结，顺便许个心愿，这个愿望就一定能实现。你说这是真的吗？哎，那我们试试吧，说不定很灵啊！来，公主，快打结。哎，太好了，公主打成了。许的什么愿啊？哦、啊，我刚才光顾了打结，居然忘了许什么心愿了。嗯，不
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的心愿啊，就是，哎，公主，那是什么呀？怎么那么大的流星啊？好像不是流星哎，一定是后羿哥哥，他肯定听到我们俩讲话，他来看我了。嗯，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哎呀，公主，公主你在哪里呀？公主，公主，天神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啊！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。陛下，公主不见了！公主不见了！公主，公主！你们是谁？干嘛把我带到这里啊？幽穹国的公主，你不是很想看到后羿吗？后羿哥哥，啊，是他派你来接我的。他在哪儿？他就在你身后的桃林里面。啊，这是哪儿啊？啊，这儿真美。这不是在我的梦里吧？公主，你不是在梦中，后羿在桃林里面等着你呢，你快去吧。谢谢你。嗯，哦，啊，金卫，真的是你。一个大活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？龟甲将军，宫里宫外给我找，一定要把公主给我找回来。是，陛下。你们都给我出去。是。公主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大王，只有和我融为一体，才有办法解救公主。
主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林露死而无憾。既然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在一起，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。这颗蓝灵珠既然不惧热毒，它可能可以保护我们，使我们逃过这场劫难呢。现在父王已经不在了，你就是永琼国的大王，你一定要让我们永琼国顺利地度过这场灾难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让我们永琼国安然无恙地躲过这场灾难。后羿哥哥也在这儿了，他怎么不出来看我？我还是进去找他吧。哎，逍遥公主，你不要去找他，他受了重伤在休息呢。后羿哥哥受伤了？是谁打伤他的？就是这个邪神，不，他是个邪魔，刚才还想置你于死地呢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伤害后羿哥哥？后羿才是危害神界的邪魔，我是堂堂的火神，自然要消灭他。你作为天神的子民，甘愿与邪魔为伍，理应受到惩罚。祝融，你为了破坏夸父的星光咒，不惜牺牲善良的凡人，你还污蔑我们是邪魔，你太无耻了，祝融。你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吗？执迷不悟的是你们这些违抗天地天命的叛逆者，我要把你们抓到天地的太阳神殿去。祝融，你真的愿意和义和一起残害人间的凡人吗？人间已经没有了善良的凡人，他们违背天命，统统都是邪魔。因为你投降吧，不然我会将你和公主的鲜血洒向桃林，用你破除夸魔的星光咒。公主，这里危险，你快躲开。邪魔联起手来了。哼，只有你才和邪魔联起手来。你还狡辩，看，难道这不是你招来的邪魔吗？终于找到你了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李洛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精卫。
们又见面了。黎洛，你是中了什么邪？怎么和邪魔一样啊？地魔兽，你可真有本事！你挣脱了天地的封印，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敢来到我祝融面前！地魔兽。